今年呢是一个很特殊的年，逢牛年又富邦60周年，牛是一个非常好的象征跟生肖，也代表着我们的勤勉务实，一步一脚印，这也正代表我们富邦人的精神。我们选的这个牛也是从这个世界有名的 Cow Parade 从6000头里面选出24头，非常生动，它不但它们的颜色很缤纷很漂亮，然后动作上面也很幽默，所以我们希望把这样的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这种的这种态度能够置入在这样的一个展览里。在这个特别的时刻，富邦艺术基金会策划执行推出富邦60周年时间价值特展，引进全球最大也最知名的公共艺术盛会Cow Parade 国际奔牛节来到台湾，从全球6000多头艺术牛当中精选24件艺术牛大型装置艺术作品。此次富邦艺术基金会除了在台北市富邦金融中心展出象征台湾经济起飞和牛市蓬勃的力量，更在富邦人寿大楼打造计时灯光装置，每60分钟整点时刻带来灯光展演，将艺术牛流转于分秒之间，象征人生每个时刻的精彩与璀璨。而这24头艺术牛都来自不同的国家城市，不但有美国拉斯维加斯、法国波尔多、日本东京的艺术牛，还有巴西圣保罗、意大利佛罗伦斯等地的创作。不同国家的艺术牛出没在台北街头，让民众不用出国也能环游世界，透过欣赏艺术牛感受不同国家的文化跟热情。就像这头图坦卡门牛，正是以埃及法老图坦卡门为设计蓝本，可以看到牛的身体覆盖着海军蓝色，头饰、脸部、胸部及脚蹄的部分则是以金色搭配，精致而引人注目。而这只来自南非的气势牛，看到它就想起2010年南非世足赛，仿佛也能听见南非传统乐器加油棒呜呜滋啦的声音，就像是置身球场感受震耳欲聋的欢乐气氛。这件充满印第安式民族风情与色彩张力的缤纷牛，则是来自于墨西哥，荧光鲜艳的颜色，大胆又富有生命趣味，让人不禁想起南美洲各国的热情与奔放。来自土耳其的邪恶之眼牛，则是将土耳其最具特色的护身符蓝眼睛镶在牛背上，身具土耳其风情，也代表着抵御负面的勇敢跟力量。这头来自美国西哈特佛市的生日快乐牛，不但头顶着生日帽，背上更有一颗大蛋糕，精美的设计跟活泼的造型，仿佛正是为了今年的牛年以及富邦60周年庆贺。还有这只精美的巧克力牛，可以看到牛头从金色包装纸探头而出，仿佛可以闻到香醇浓郁的巧克力香气扑鼻而来，让人们可以享受巧克力带来的满足。而这件造型鲜艳又充满童趣的黄色潜水艇牛，则是大胆地将鲜明的瑞典国旗颜色融入设计当中，运用复合变形的手法将想象拟真化，让牛化身为潜水艇，跟着它就好像能够探索海洋世界。这每一头有趣又生动的艺术牛，在今年的展期当中也吸引许多孩子们的目光。这头来自斯洛伐克的西瓜牛正是孩子们的最爱，运用切割塑形外加彩绘的创作组合，仿佛大口咬下西瓜汁就会滴得满手和满地，让人垂涎欲滴。还有来自匈牙利布达佩斯的冰棒牛，则是发挥想象力，将牛体变成绝无仅有的冰棒，好像是不小心掉落在地上慢慢融化，荧光鲜艳的青色则是可以想象出这位冰棒主人的无奈，相当的有趣。在今年的展览当中，精彩呈现了这24头艺术牛的身影，让人们在街头巷弄当中和艺术牛不期而遇，看到这些作品的时候都能够充满着惊喜跟欢乐。
也希望透过牛一步一脚印的持续力及务实精神，邀请民众保持着正向与欢乐的力量，一同欢庆丰收的时刻，更迎向美好的未来。正向力量，成就可能，富邦金控。